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地平线：期待黎明》。It's so bittersweet, like a smile through bloody teeth. What's the matter? You look disappointed. Oh, the bandit clans are gone. I hear another turned back at the southern plains, just at a sniff of the legend we carved. Ha! That's what all this bloodshed was for, to end the bandit threat. But now there's nothing left to kill. Unless... No, no. 真的不会是杀我吧？他不会想要杀我吧 ？After all we've been through, this isn't the place for that. There's a mesa south of Meridian with a view of the spear shafts. Meet me there. 哦，还好我再跟他讲一次话，不然就没有这个告别了。还需不需要再跟他说一次啊？好，他不行说了。 Keep that for later. This 附近好像也长了不少补血用的草。 四株吧，好像。 听着声音，我想说是不是有新的？就还真的，它身上冠子好多哦。这把我看过了，这只就是我跟熊最喜欢的，很可爱。不过这样静静的，就感觉看不太出来。 它没有弱点，哇，它是搬货用的哦。极冻，看起来打到它的极冻燃料罐，然后让它被冰起来之后给予重击，应该是最好打的方式。 鸟说很可爱的声音听起来真的很可爱，<笑>害羞。没有弱点就是全身都是弱点，是这样讲的吗？我现在先不直接跟他 PK。其实我们有经过这个附近的，我们等一下回城的时候去把它解开好了。 这边是，哦，这边是学校之类的地方吗？感觉那样长方形的，有点像。 奇怪，我到底要。
哦，因为它路是这样子，所以它的路线啊，我偷偷从旁边跑。新版本有新难度可以挑战了，嗯，现在已经是极难状态了。极难会没有血量，目前观察到最明显差异啊，这个。Right where he said it would be。撕裂线穿半锁发射器。哦。Not a bad selection. I'll put those to use. Why are you? 而不是半锁，绳索发射器。Because I want you to succeed. Good hunting. We'll talk later. Wait. Damn him. 都不跟我讲，有一种被操控的感觉。他叫我打，我就打。Eclipse, just like corrupted watchers, acting as guards. The eclipse and corrupted machines. 他们为什么可以不被裂化机器攻击，而我就会被攻击？他们怎么做到的？这个人超近哎！Forged Earth Delvers made off with any witches long ago, but not the ancients buried in the ground. 他们在这边是在，似乎是在挖宝之类的行动。打不到，那个坑里的打不到。These dip sites, they're massive. 还是看不太出来，可能是一般的大楼吧，好像实际上进来之后又没有那么像学校的 feel。这边可能是类似城市之类的。Look out! It's hurt. 哇！开战了。Finish.我被卡住。障碍物怎么那么多？再说一次，可爱看看。突然叫我说，我要怎么说？可爱。他们有挖到什么吗？我这边看起来特别烂，哦，应该是反光。这个人，他沉下去了。
哇，这边也是哦。All these ruins. What do the old ones do here? 这边也是整个范围。等等，差一点射错箭。他好像走了。人都布得很松散。糟糕，没有点到，一发没有点起来。可爱了不起哦，哼哼，哼什么哼啊？不知道为啥萝莉瑶的台只要调到360P 以上就会卡，其他台不会。可是我已经把那个设得很低了耶。对啊，上次我记得你也有这样说过，我就把它调到比较符合大家都能看的范围。它没有办法再降了，所以如果真的会卡的话，只能麻烦你重新整理一下。守势者只要烧两下，烧到就死了。真的无解的谜，为什么嘞？为什么就会那个嘞？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这一次最麻烦。不知道他现在剩多少血，吼，还好。再烧三次，总该死了吧。死了死了！其实我觉得，不晓得，目前打下来，就只是没有血量比较不方便一点。真的要说，有强多少好像没有感觉。怎么会这样呢？祝你们爆炸愉快！可能是因为对人类的关系啊，人类偏弱。天，一烧就死。最棒了，
人类用精准剑比较快。哦，爆头就死了嘛。那有时候如果开战的话会比较射不中，我准度没有很好，还要算提前量，所以之前有人是建议我用火箭，真的还蛮好用的，烧了就死。对啊，我命中有待加强。What have they been uncovering here？ 他们不是在挖那个吗？裂化者。怎么会这么多老鼠？而且还都不跑。Snow haze, white as bone.That got dark. Meh, 我都没用耶。这样子哦。可是可以用神射弓都加伤害。也是可以，都是十几趴的人类一箭都一两百在跳。不用爆头也有哦。我现在是都加伤害，但是我的伤害没有这么高。这边有没有可能是那种社区？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千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